第七课，最好的医生是自己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判断对错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一，尽管很辛苦，但他还是每天锻炼一个小时。几个月下来，减肥的效果很不错。他最近又胖了。 二，春天天气时冷时热，很多人感冒。医生提醒人们要注意室内空气质量。早上起床后应该打开窗户换换空气。如果感冒了，要及时去医院。春天容易感冒。 三，我们调查发现，差不多有五分之四的女人考虑过减肥。实际上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胖。女人都想过减肥。四。 每一包香烟上都印有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的句子，就是告诉人们抽烟对身体不好，提醒人们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。自己要对健康负责。五。 很多人一到周末就喜欢睡觉，而且一睡就是大半天。医生提醒我们，睡觉时间太长并不好，有时甚至会头疼。一般睡够八小时就可以了。睡太久对身体不好。 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 六，你怎么这两天总是鼻子流血？快用纸擦擦。我还不习惯北方的气候，估计是天气太干。男的怎么了？ 七，我今天吃的太多了，肚子有点不舒服。喝点热茶可能会好一些。男的怎么了？八。 大夫，我的牙最近特别疼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先躺这儿，好，张开嘴，我看看。男的哪里不舒服？ 九，你的腿怎么流血了？快去医院吧。没关系，刚才踢足球不小心擦掉了点皮，不用去医院。男的刚才怎么了？ 十，每天要按时吃药，注意休息。下个星期再来检查一次。明白了，谢谢大夫，再见。男的最可能在哪儿？ 十一，我觉得我太胖了，所以我要减肥，以后不吃甜食了。没那么严重吧？我觉得你胖一点更漂亮。难的，主要是什么意思？ 十二，你怎么也在医院？身体不舒服？不是，我同事突然肚子疼，我陪他来检查一下。女的为什么来医院？ 第三部分，第十三到二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。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十三。你的咳嗽怎么一直没好？ 去医院看看吧，不去，不是很严重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但是都一个星期了，你也没好呀。不去，我不想吃药。男的为什么不去医院？ 十四，我又胖了七八斤，必须减肥了。你又要不吃饭，多影响健康啊！我这次打算运动减肥，跑跑步，游游泳。那还行。女的打算怎样减肥？ 十五，你不是说下班要去逛街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头有点疼，不想去了。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用不着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女的怎么了？ 十六，你的咳嗽不是很严重，我给你开点药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好，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吗？最近不要抽烟，多喝水。好的，谢谢您，大夫。医生让男的怎么做？ 十七，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这些天一直在吃您开的药，比上次好多了。那就好，回家还要按时吃药。一个星期后再来检查一下。好的，大夫，谢谢您。女的怎么了？ 十八，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我肚子有点不舒服。要是严重的话，我陪你去医院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男的怎么了？ 第十九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我最近眼睛总觉得特别干，医生说是因为我长时间对着电脑，眼睛太累。他告诉我，用电脑四五十分钟后就应该休息一下，多向远处看看，最好是多看看绿色的植物。十九。 说话人的眼睛为什么不舒服？二十，根据这段话，怎样能保证眼睛健康？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，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健康呢？过去人们认为健康就是指身体不生病，但是现在人们认识到，健康既包括身体上的健康，又包括精神上的健康。 只有身体和精神都健康，才算是真正的健康。二十一。以前人们认为健康是什么？二十二。 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健康？